家好，我是 Jenny。今天呢是我这个第一部影片，所以今天我怎么实验呢？我今天也是要来做实验，然后我怎么实验呢？如果你想吃烤肉，但是没有那个炉，怎样去烤肉呢？那如果你想约朋友去吃烤肉，然后朋友也没有空答应你，那你还能怎样呢？我现在教你就一个办法。首先你要准备这个，然后还有这个像好像切那个蛋糕这样啊，然后还有就是这是最重点的，就是烫衣服，就是熨衣服的，然后还有这个，然后还有最重要就是肉咯。我刚刚就去超级市场买5块钱这样多肉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多肉啦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吧， Let's go。 首先呢我们要拿这个出来，然后把它包起来，其实很简单罢了，这个包起来，因为好像包礼物这样。熨衣液也需要包。出红灯，等它的红灯灭掉，就是很少，然后过后我们就拿肉出来。有听到吗？有听吗？啊，好期待，肚子很饿，还没有吃饭哦。现在你差不多到9点了。哇，还香味出来呀，很香。看啊，它的烟很香，真的很香。翻过来，好嘞 ，OK， 又可以烤了，哇，它那个声音真的是，是已经做好了，所以这个你们最重要就是你们烤完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把它的，就记得一定要关电，不然有什么意外就以防这个意外。
看到吗？是不是？跟你们讲，真的真的能吃。真的是熟的，我没有骗你们，你们可以自己看看，我切一丝丝的给你们，可以自己看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完全是没有熟，真的是有熟啊。吃烤肉，你可以叫你的朋友做给你吃，然后记得带他他讲你要这样吃，记得带他。好了，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如果你们想我挑战什么，然后吃什么，然后种种，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我会一个一个去看哦。拜拜，再见啦，下一个影片见。